每日一嚼辣平糖，咱们来个小的吧。最近我这牙不太好，刚从冰箱冷冻里拿出来。咱们就吃里边这个小果酱，这个外边这个辣要吐出来。 嚼这个特别解压。这每个颜色的味道都不一样。 我喜欢这橘子味儿啊！没事，嚼几块，嚼着玩还挺过瘾。